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维新圣教总本山他的修行法师各分寺各单位主管各位甚至人员同修今天岁次戊戌年的3月11日，是本维新圣教从4月4日开始封山以来，第一坛真天法子为化解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恩怨情仇。5000年的恩怨情仇和历劫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这是一个糊涂的中华民族三族儿女，都在过无奈的生活，恐惧不安。再到当下现，任续莲王禅老祖成台湾祖师的慈悲，道教慈航。为化解中华三族所有列祖列宗的恩怨情仇，而成就了维新圣教世界新宗教，来挽回中华三族5000年来的恩怨情仇的敌对状态。所以在这36年的岁月，王禅老祖都以分散的方式指派指定修法给我本维新圣教的所有维新贤士弟子同学们，到最后来集合功德所以到今天已经36年了。在戊戌年的今天今日今时，3月11日，我们尊天法子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三族儿女的和谐和未来千秋万世三族儿女都能够生存的有价值、有意义、有尊严，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开示，就在戊戌年的3月11日的现在，由总本山的注重同修有圆了法师领队主坛，带着我们所有原子原境，还有我们原力原因原成，还有其他的同学们都一起回来修行，
在这里共修。好，我们不必急，依照经文，依照文书所祈愿的，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你即是慈悲。所以在这里要到25号圆满，25日王禅老祖大金身要出世间了，他在八卦圣城啊，九龙壁金阙啊，九龙座前呢，王禅老祖大金身要出世间了，所以那里有开始8天的法会，由圆松院长和法师来主谈。5月2号圆满，5月5号开始接办，整个的到现在来是紧锣密鼓，不容有一天的差失，普天同庆，都来遵照王禅老祖的慈悲共赞，共同来圆满天下的灾劫啊。老祖的慈悲，我们也要学习老祖的慈悲，所以我们依法修行啊，依教奉行就对了。那么我们所有的诸众同修神职人员过去都是很辛苦啊，法师一直在诵经，在为大众祈福，你们在服务信众大德，你们根本就没有时间来自修啊。这个站在我一个住持的师父，我也以心不忍，同样都是我的心手都是相连的啊，都有平等的要去学习要修行，工作的时候工作也是修行，但是一旦有时间，上天给我们放假封山了，不接外事，就直接里面往内修，大家要精进要直升华，你们的精进你们升华也是代表着所有百千万亿化身的三祖儿女们啊，也是代表本维新正教所有的贤士同修们都一起升华啊，这个是今天要深谈啊的很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我们深谈之前，王禅老祖啊颁赐给我们太极貌，无极生太极两仪，两仪四象八卦，这是道的真髓，大道。在佛家有三宝佛，佛有三宝中尊是释迦牟尼佛，左边阿弥陀佛，右边东方药师佛。中尊释迦牟尼佛是代表我们的觉性，那本维新圣教也不是完全的道教了，道教呢一气化三清，一体化三清，三清有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所以一气化三清。那么王禅老祖本维新圣教的三宝啊，过去我没有
给各位说明。现在已经一年具足成熟了，啊，所以当下我发布，宣布给各位同修了解。啊，昂禅老祖的本体是红军老祖，红军老祖的体，然后也是叫做浑元，啊，浑元圣祖也是红军老祖，啊，他的然后一起画下来，接下来就是三圣。三圣就是王禅老祖，啊，左边呢，扶阳妙道天尊，啊，右边呢，就是玄风永正天尊，啊，就是太极的中央中道的太极中线是王禅。上面这个气势秉着无量无始劫以来的真气，所以接下来王禅老祖在世间，以王禅老祖在世间转法轮度众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神道关怀。好，然后玄风永正天尊、富阳妙道天尊，也就是王禅老祖啊，一气所化，所以这个道就已经圆满，过去、现在、未来都圆满了。所以佛家有三宝，道家有三清，啊，唯心家三圣，佛教也有三圣，中间是观世音菩萨，中间是阿弥陀佛，左边观世音菩萨，右边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么王禅老祖啊，当下是21世纪道教慈航，啊，他所视线在唯心圣教，右边是观世音菩萨，中间阿弥陀佛，左边是王禅老祖。为什么没有一尊大势至菩萨呢？大势至菩萨是行者，行者，所以由王禅老祖来代表。阿弥陀佛他是知行合一的，啊，宇宙大主宰大神，所以我们才有唯心弟子圆和法师，他的寻寻觅觅进了王禅老祖金莲座下，共转众法轮，而成就了王禅老祖所传的唯心道藏156.15卷。156.15卷就等于15615个姓氏祖灵的天梯，所以经文垂一卷就是向天梯回去啊。一书呢，一般的书是世间人所读的，啊，经文是垂一卷垂上来的。所以圆融法师啊，他呢啊，生命肩挑的医药出版社，打开众生的
生命钥匙，用易药，用易经，王禅老祖的易经。他现在圆满回去了，所以这各位来世间上来这里都有天命的，个人的天命不同，有的成就大天命、中天命、小天命，功德都一样。所以刚才我跟圆泉法师开示说，你要把这个记录好，好把那记录好的交给黄辉荣，你要把它整理好，要当为维新道藏，明年开卷都要用，现在都要把它开始要积极把它整理起来。哦，这个都是我们的天命。啊，所以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是一个广义的，啊，大大小小的都要圆满，所以各位的功德，你们都一样的功德，啊，不要嫌弃说啊，我的职位比较小，啊，不必这样，不是这样，都一样。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已到。啊，老祖呢，还要颁赐给所有诵经法师们，啊，一个太极帽。啊，太极帽呢，上面这个是太极，啊，无极生太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都是在我们成就，回归到的。这就本性啊，所以我们是从太极天而来。太极天内有七星，北斗七星，我们从北斗七星一直投胎跳到地球来，地球只有一个星球而已，还有其他北斗七星，就是也是太极天的北斗七星。所以老祖加冠给各位，啊，我们要珍惜，啊，我们上诵经的时候，啊，你们一定啊太极帽要戴起来，啊，你们的头发，椰菜花的，最好把它回去修整一下，或椰菜花，啊，烦恼多。哦，那回去把它修饰，再更庄严一点，安听不？哦，好。所有维新贤士、同修、法师、讲师，大家一心奉请大慈大悲南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天尊，大慈大悲太极天天龙教主王禅老祖，大慈大悲红军老祖，大慈大悲台湾祖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大慈大悲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东方药师佛，大慈大悲西方瑶池金母大天尊，大慈大悲诸天圣神佛菩萨，今日今时物系千秋，四月二十五日当下，
混元仅代表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弟子们一心来感恩啊，一心在唯心圣教八卦圣城，唯心圣教总坛南天门啊，在这里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之和平啊，力行本愿，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啊，新弘王禅老祖自润续莲道教慈航到台湾净土啊，以混元天人合一共修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为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依归法宝，已经走了36年，悠悠岁月36年啊，已经将中华文化世界和平的瑰宝，就是易经与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在当下戊戌年的4月25日，我们在唯心圣教八卦圣城南天圣门啊，王禅老祖大金身的座前啊，我们依宗教的法仪，由唯心圣教幻变学院啊，圆宗禅师院长带领的幻变法师们，依照王禅老祖开示，要圆满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务必要以王禅老祖他所传的唯心圣教30经啊，来供养法界，供养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供养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朱建灵，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日文天皇朱建灵啊，5000年前呢，三祖着陆诸赞，蚩尤后裔北移韩国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啊，当依宗教法仪香花钱香花盐啊，恭请啊进入坛城，受纳祭拜和供养啊，我们也尊天华子为世界之和平，不分名扬两界，一力同关照，所以也恭受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蜀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蜀怨灵，尤其台湾在228事件不幸罹难的啊，人们同胞们有他们的牺牲罹难，
还有今天的台湾民主，我们一概皆以最崇高的宗教法仪香花钱荒香花营恭请进入坛城受纳八天的祭拜和供养。